说，好好跟你说。那天我真的有事儿，我来晚了也是为了给你买礼物啊。不重视，我不重视我自己，我也不能不重视你啊。你误会我了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哎，伸什么手啊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，这给你，谢谢。先生，人家是保洁员，是你误会他了。啊，多一点理解，少一些误会。迎奥运，树新风，全北京向上看。